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煤集团的回柱绞车系列产品。回柱绞车呢，主要适用于煤矿采煤工作面的回柱放顶使用。那么随着现代机械化采煤程度的提高，它也更多的被适用于现代化煤矿机械采煤工作面，主要用于各种配件以及我们装备的放置、安装以及回收牵引使用。